我真正是叫回出去的，感謝你的支持，我一包要送，最後我的400塊，三個啊，好啊，我的嘢，以前收到嘅，快活啊，你话啲钱一跌啊，抌呢度话啲机票贵，即衰条机，抌呢度话啲，快啊衰啊冇。来台机啊！我讲呢个生意嘢，诶，攞啊，攞咩鬼用啊，咩鬼用啊？来，陈经理。来，陈经理。好了，我的鞋让我穿，我的配件让我装一下。没有啊，常常那边风。可以，搁一口有一届机会啦。无啊，算你啊，讲唔对，搁有一届机会啊。你有听我内面食鳕鱼，鳕你嘛整理一个鸡肉过。哎，你只鸡啊，鸡肉袂袂好。你有哪要食鸡啊？话准只只尔，板豆鸡啊，十人份的啦。鲍鱼鸡一只卖十卖八百，汤头讲六点钟啊，300准只只尔，上面300块。300有哪要食无？300块。300有哪要来无？够哪要食算你的无？我最后再画一届了，鳕鱼内面只开500了，蒜泥到尾也500块，一块蒜泥500，两块卖500，三块卖500，即内面内面内面来300了，内面只蒜泥也300块了，简单先简单先，300块了，300块了，一块300，两块300，三块你300，上面只鳕鱼300块了啊，300块了啊，300块。来，表来春娇。我们在那里找啊，红钱呢？你看这手我摆着，我都唔记，到阵要嘛出厉害啊！啊，恁哥买啊啥物无？到阵看到伊啥，你会当点半，会当提醒一点半互你毛巾，到了要休困啊，到了炸台啊，看有要食啥？有要点啥无？恁哥要食啥物？你甲我讲毛巾啊，卖歹势啊！啊，你点来无买嘛毛巾呢？真正毛巾呢，你卖勉强诶。比如讲，你到阵看到这样，你甲我介，你甲我讲你要爱，我看你无买嘛毛巾，才有迄落呢。几条条过来，几条条要吃，唔免300-200啦。我甲恁建议，你买100%半吧啦，唔是我买来推销，啥物你无买嘛无要紧啦。伊也过200-500啦，两个人摕你先摕钱的先赢，150多，150，最后一个百五无啊。每次几条条100%人拢无啊。过来要吃啥？你甲我讲啊，做会搞我互你炸动的啦，好无？有要卤鱼的无？有要糜的无？有要吃啥物的无？我是无想要恁订，我若要恁订，我是订来了的。但是有人要食较好的，够要食这个无？有要食这个无？够你够行情较好，要食这個？南方到黑尾鱼想要食手来食，够要食？好的真多啦，哦，买手无好无客气，够人要食这個？这正港的南方到黑尾鱼，你看我看到伊的油花无？他的油花你有没有看到？是入口即化的，哦，够人要食？有人有兴趣的话，手摇摇，毛巾毛巾毛巾啊，够要食这個？来，我看够有啥物？啊，靠腰啊，来啊，来啊，过来啊，纸啊，甲面条啊，来啊，这刷纸啊，我卖炸蛋，哎，这没刷纸啊，他说我刷纸啊，把我关起了，关起了，好，规箱片，规箱片，他说规箱片，好处理，而且恁炸蛋啊，或者沙蟹啊。
你看，这几个拢有人哦、啊。这里做对方季节做工作比较多，当讲1500、400变啊300块了。来300上面一个沙蟹300块了。300要吃沙蟹啊？季节你敢做工作了？我真正这做好吃啊！300够要吃沙蟹啊？300块。300够要吃？我了不？这个。没事哦，你的注意些。沙包有哪要吃无？诶，我甲你请教恁一个问题，你现场甲人第一届来吃，今天第一次来的，你第一届来，你嘛第一届，够有上第一届无？你嘛第一届，你是讲真正讲过遮济人第一届？啊，恁敢有住较远的第一届来？还是拢住在遮附近而已？拢住在附近尔，恁第一届来拢住在附近啊？你住在倒？住边了？闽南语后边那个吗？闽南语对。壮的。壮的。哎，我以为后边是闽南。靠呀，拍摄。闽南我无想拍摄，我闽南我唔知。我当作是隔壁尔嘞。来。这个山鸡要做我家，你吃不爱吃，我想。我甲拼拼啦吼，系啊，拼拼恁食死啦，规箱皮后壁，拢皮后壁下了，下了，这顿个季节做检查就好啊。来，我先讲哦，金龙345678910个人个，我就6个搞袂落，你四另外你钱好啊，300上面一个30，季节落啊，300块上面一个300落好无？我只卖袂请恁食好无？这个来外口讲真正哦，拢算牛的呢，这真的都算牛的呢，这不是差几盘话，这是外口拢算牛的，一分几牛的呢。300上面也300块了，300块上面就山鸡也300了，300要吃无？干哪要吃？干袂当一个勇士先跳出来无？一个勇士先跳出来，你要相信我啊！哦，你要相信我啦！哦，我做会到钱哦，你欢喜我钱哦。小姐啊，你这样不爱炸物件，懂呀？你的信任我，我同我收钱哦，变我收给恁啦，好不好？我尽量不再回去了啦。这卡拢晚上吃，你摸不出来，季节比变好吃啊！300都要来无？是的，你几个啦？300块啦，感谢恁的支持啦！哈，我小弟也卖啰嗦啦，谢谢啦，再过恁啦。我真正是要甲白了掉的啦，吼、哦！班大哥，底下莫这样袂动伊啊！最后搁一个啊，一堆啊！你看后礼拜来，我搁会遮济予你无？哦，真正啊！300最后搁一个好无？300块啊，拢也结果。这卡钱是真少啊，卖无彩啊！咱若做刷机也袂贵个，两个啊！你看现在刷机也袂难个，你看天气。300搁有买来无？拢有啊、哦！听好，三买。你搁买一份汤，我甲你收落，你卖勉强，卖勉强。我即马甲你发落，你卖勉强。你食了你买，啊食袂了你卖买，我请走啦。你即盘搁开汤，150150块，卖勉强啊。大家，150块，这可以收恁顶无？可以送你的朋友吃。过来，你买啥？买个料啥？老板，迄个七块无啊嘞？日式鸡腿块这样，这有好笑无？你甲伊讲，1000块啊，1000块。各位，一包起来上去啦，还是有1000块的。谁啊？你买1700个上去啊？一句话好，报得起来。吃了无啦？不要那么多。两包吧。好吃的物件买两包啦。嘛无啊？两个人一人一包拄好啊，无哪有啥物。我讲先分了，一人一包，这两个人两包好啊，两包。来，来吃白料买两包好啊，阿姐。我甲你骂完者，这包好食无？你甲我人家讲，这包是唐扬鸡腿块，规包鸡腿包落去做。如果鸡腿肉你食袂啊，肯定把你吞下落去。规包鸡腿包你当个试看卖，规个拢肉食，200落。来200块上面食鸡腿肉，唐扬鸡腿块200落，200块落啊，200块，200够人要食无？200块落。行。我今日食块面啊，到底是啥物事？今日是食啦。200够要来无？谢谢了，杨太平。应该买个啥物？今天我真正飙车啊！够人要食干贝无？要干贝，够生食是干贝，够人要食。阿叔，我来讲啦，这个货来不是放货啦，真正骗人，我无懂啊，一包落去六包去啊。
这字就在那边在六房院那边到后面吃蛋挞前面吃手机后面吃蛋挞吗手机六包就好了不要吃了多了六包然后字就倒出去了这六分我若卖不了我若卖不了我钱还你啊、比如说我有收两个收三个我有收不过卖不去我钱给你我们卖的卖勉强我要招六个人六个人家要吃这包牛肉你相信我、啊、我不会花最后一句话一千块啊上面吃一千块一千块有人信任我的价格一千块了一千块一千块了一千块了姐你把那四包预炸虾饺卖两百这预炸虾饺一包都卖两百我用几只虾来做那两百红包红包黑的多，来黑的多，他要几条？来酸菜鱼哦、啊，这酸菜鱼这种用小小花生、小花香，一包几啊？我一包够三粒，一包够哩，一包够哩。来来，现在一包给两包好不？来，好好好，来，两包就好了吧？你冲啊啦！哎呀，收起来好啊，哦，收起来好啊。来，金龙沙西罗辣的，来吃几包？来，这六包日式西的，我再炒。全部六个价钱，一千块上面吃，一千块了。一千块上面吃，来吃几条价钱？一上面吃一千块，几多啊？一千上面吃，一千多了。一千块有两个吃无？来，千万不要提起。来，加加呀，加加，是的，看我这人，我见人，我加加，伊拢提钱好。